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主持这个全球的半导体高峰会，台积电也参加了。好，那么倒是这个里面没有中国，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今天我们会来讨论。那台湾的半导体这样以后这样搞，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危机，就是欠水。那这欠水到底会影响到台湾多凄惨？今天我们要来这一个讨论。那另外是这个昨天啊，中国一下子来了25架战机侵扰我们的西南的防空识别区，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遍，一天来25架。那这是什么意思？另外是澳洲的前国防部长今天演讲，他说台湾要打中国中国要打台湾，未来的5到10年不得不面对了。那日本的动作很大，因为日本国防部长跟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重要的人士见面，同时日本跟德国举办了2+2会谈。好，日本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我们有一艘非常重要的战舰玉山舰，小英总统今天主持了他的下水典礼。那边来看这台。好，另外是香港今天宣布5月份开始，中国人到香港不用隔离，不用打疫苗，只要核酸检测就可以。怎么看待香港最后是咱长工是李义祥开的怪手，想不到今天的新闻大反转，是这个非法越南的外劳阿豪所开的。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有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欢迎大哥大家好。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伟哥好，大家好。好这个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黄好，大家好。以及财经专家张真威，洪一哥好，大家好。另外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之，洪一哥好，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黄义忠，洪一哥大家好。那待会儿呢这个前成功级的舰的舰长黄征辉上校也会加入，同时中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老师也会加入。好，来看这里，这是美国总统拜登那么今天跟我们的台积电党这个19家业者开会，美国总统提一堆晶圆那这个左右着全世界。来，我们来看分析。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ggressively plans to reorient and dominate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不想被中国超越，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连线全球半导体执行长。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waiting,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mericans should wait. We're investing aggressively in areas like semiconductors and batteries.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and others. So must we. 特别拿起晶圆当道具，拜登联手福特、英特尔以及三星等19家企业高层，讨论如何加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其中最大亮点就是画面右上角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We've been falling behind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and put it bluntly, we have to step up our game. 对此，刘德英也表示，台积电有信心在凤凰城即将新建的5纳米先进晶圆厂计划，在美国政府跨党派的合作下将会成功。随着全球大闹晶片荒，包含通用汽车等大型车厂都被迫部分停工，更可能导致今年汽车组装产量短缺128万辆。
现在可能有救星出现。He will spend $20 billion building two chip fac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ill spend $20 billion building two chip fac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omes as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from rival semiconductor giants, including Taiwan's TSMC and South Korea's Samsung. 英特尔正在跟汽车晶片供应商进行谈判，以在英特尔的工厂生产车用晶片，目标6到9个月内生产晶片，这让台积电等大厂助攻，希望为这场晶片之灾解套。好，那么我先请教一下创下兄，美国的总统跟业者这样开会，拿着这一片晶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8寸晶圆，然后拜登非常故意。这个8寸晶圆大概就跟脸一样大，对不对？他非常故意是什么？如果是12寸就更大啊。然后光这一个8寸晶圆，目前为止一片$1000以上哦。所以他的，但是目前真正最顶级的、高阶的、最高阶的12寸，然后那个5纳米啊，更深的7纳米上去，那个东西是做 F-35 的，是做那个太空的那个飞弹的，是做那个高音超高音速的这些。但是拜登拿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的时候，车用电子、手机、未来的自驾车，很多基础中层的这样的东西都是用这8寸晶圆。而拜登的方法就是说，最后12寸的先前已经砍了，但是我现在还更狠。川普已经砍了12寸，那些高阶的，而那高阶很多92%都是台湾在做的。对，后面呢是8寸晶圆，所以他这次找了19家，19家里面不只是我们知道 Intel 啊、三星这些，连通用、连福特，全世界就只有一个中国不准加入。中芯不准加入，他意思就是连车用电子、连这些地方，我都要阻止你中国拿到。他要告诉你中国说，你接下来呢，如果你还是用偷的，还是用抢的，最后呢，那你就说回到我们最古老的6寸的、4寸的，你们回到上个世纪30-40年前，你们只能用那种，你不准再偷全世界的新晶片。然后他跟他上次第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拿的小小的晶片，他这次拿个晶圆嘛，小小晶片告诉你是车用电子。所以拜登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还公布了7家有可能是用民间的，但是实际上是军用的，因为晶片其实就是效能不好一点，但是你都可以用来偷偷的用高阶的功能。所以中国拜登就意思说，他是非常强烈的跟中国打这个对抗。是，而这个对抗呢，是连你要偷偷的用中高阶的，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我都要阻止你，全世界要跟着进去。所以后面的英特尔然后什么都要讲说，他们呢就是要把这个整个生产供应链是从中国给拉出来，因为中国太不可被信赖。来，这个是拜登今天讲的话。拜登说啊，中国跟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在等待哦，人家都在拼哦，美国也没有理由等待，其实就是要竞争嘛。他说美国在研发跟制造半导体方面、晶片方面持续落后，必须加强竞争力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曾威啊，所以这个显然是美国跟中国在竞争喽。要把中国隔除在外吗？当然是，绝对是啊。今天早上我觉得他今天开的这个会议，而且拜登亲自出来，就像刚刚创下讲的部分，创下学生讲，上一次是拿一个小小 IC 晶片，对，这一次是拿出一个8寸晶圆，那是也是车用的，对，所以解决车用等于他一次去解决中美之间他在半导体中间拉开的差距。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次是非常强烈的讯号的定调，对，好。拜登不会去随随便便参与，而且这次主办者是谁？是白宫。美国总统府。对，美国的总统府，然后拜登亲自出来故意露一下，而且拿出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八寸晶圆。那就像刚刚讲的，不只是在未来军用的高阶的最高最新研发的药，那其实在未来商用的，在广大在国际会制造 GDP 的运用，这个部分他也全部都要囊括。这件事情要发个讯号给谁？给习近平。好，就是要定调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我们台湾可以留意一下的。我觉得哈，他这一次把Intel 也把三星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直接我们搬到亚利桑那。对，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另外一种定调，就是未来全世界半导体的光明顶
有没有可能他们期望能够移到美国？是，好，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期望，能不能达到就要看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竞争力跟国际的视野。那我会觉得说他这次的定调里面为什么要这么特别提，尤其是说解决当前的问题，当然是车用晶片。现在车用晶片荒非常的严重，洪哥，你知道这几天如果大家就盛传这个连马斯克都可能要搭专机飞来台湾，你知道要干嘛吗？催他的这个车用晶片荒啊！对，他目前为止他的量产不是他产不出来，是没有车用晶片，所以他当下一定要解决的部分是这个。但是未来他们曾经都有预估过，在2025年的那时候，有可能全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的市场。哇！我指的是包括电动车。哇，好，所以在这里面，马斯克要去里面布装跟各方面，在这里面追溯到最源头是什么？就是半导体。所以我们现在回归到上一次这个拜登总统他拿出晶片，告诉全世界台湾的定位就是他手中那个小小的晶片可以，但是透过小小的 IC 晶片可以号令全世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目前为止他又拿出了八寸晶圆秀给习大大来看。那代表什么呢？未来你不要以为我们美国只会外包，未来的美国制造它操作的非常有层次，而且比以前川普总统更明确。明确在哪里？以后不是单打独斗，不是只有美中对抗。他希望结合除了中国以外跟我友好的国家共同来对抗中国的红色产业链。第二件事情，我那个外包的部分它也是有层次，它不是一下子号令全部的美国的产品全部都回到美国。真的这不太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目前为止人力的成本太高了。然后周边的你说半导体是 哪里是你要叫回来就要回来，它一定要有层次。所以它在这里面希望我们台积电带了很多我们的供应链到了会场，那希望能够在亚利桑那培养出他们当地，而且目前据说我们目前为止可能不止一座晶圆厂，所以14号的法说非常重要。台积电未来到底在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我们希望它这个5寸以下，3寸跟2寸啊，对不起，3纳米跟2纳米都会在台湾，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部分，未来如果目标转移，光明顶移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变成美国制造的时候，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值得注意。好，你看看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接受了班农的访问，那你就会觉得说，哇，他讲的讲法比我们想象的还恐怖。美国国安部的前网路安全政策战略以及国际事务的主任叫米尔斯 John Mills。 这个米尔斯接受前白宫首席的测试班农的访问，然后米尔斯说，台湾跟晶圆制造可靠的微电子技术密切相关，如今中国要统一台湾，图谋台湾，关键不是为了统一，是为了得到台湾的晶片。他说，台湾的晶片领域独占鳌头，在军事、在商业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中国需要这些晶片装备所有先进的武器。中国的东风21、东风26飞弹威胁美国，这些飞弹号称是航母杀手。猜猜这些飞弹所需要的晶片来自哪里？他挂虎暗指台湾，然后呢？他说，美国需要台湾晶片，而且美国不希望中国有管道得到这些晶片。班农呢同意米尔斯的说法，他呼吁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抵抗中国的入侵，美国别无选择，必须捍卫台湾。中国不该认为美国会有其他的选项。米尔斯说，中国的目的是要晶片，不是为了统一台湾。台湾早已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坦白说，中国并不在乎那2400万会流利英语的台湾人。中国想要的是晶片。拍起来，咱2400万不要流利啦。你爱跟你讲到实话啦，来，王委员有什么补充？他刚才那个形容上一次我看到类似的形容是在讲石油。所以晶片是一个战略物资。那它里面描述的中国想要取得台湾，里面还讲说台湾人大概都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美国的国防部在上个月才写了一篇正式的新闻稿嘛。他说中国想要统一台湾，可是台湾从来没有片刻属于中国过。所以美国对台湾的位置、战略重要性以及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清晰。他现在说他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一个中国政策里面没有包含台湾。那所以回到这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拜登
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召开全球性的经济会议，所以他很重要，很受瞩目。除了拜登以外呢，在场的人有他的经济部、财政部相关的人都在里面，苏利文他的白宫国安会的这个负责人也在里面，所以整个国安体系、财经体系以及总统本身都在里面参加这个会议，那邀请了19个来自于全球供应链里面重要的供应商，所以这场会议哈，第一个呈现出来的特色就是只要沾到一点点中资，通通不没有受邀啊、那第二个呢，没有受邀之后呢，你看他会议内容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除了要提出$2.25兆要来强化美国所谓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他这个基础建设跟我们传统认知的什么自来水啊、桥梁不一样。拜登开宗明义就拿那一片8寸金元说，这个就叫做基础建设。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拿2.25兆哈，给你想嘛，你最好来美国设厂，来美国制造，如果不行，他要用100天的审查时间，确认供应者不会因为跟美国的关系生变，导致这种很重要的基础建设被掌握变成威胁，那个威胁指的就是中国。所以里面提的就是川普时代讲的干净可靠的供应链，非红色的供应链，讲的就清清楚楚。那拜登跟布林肯也一再的提到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战略性的竞争对手这个用词指的当然就是敌人或威胁，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它里面就是从战略对手找到两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叫做供应链产业链，第二个战场叫做印太地区。那这两个里面有一个交集叫台湾，印太的第一岛链，不管川普的2018年的那个应对的架构，或者拜登现在的说法，或者在供应链里面，不管是晶圆，刚才讲的描述的像石油一样的战略物资，或其他重要的生产供应者，台湾在这个两个战场里面都成为重要的焦点。是，所以班农那个访问也好，或者这场会议里面，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台湾是全世界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在10纳米以下的先进晶圆，台湾供应占92%，所以台湾是战略上决定国家优势的。所以最近很多智库的文章都写取得台湾取得天下，这个战略清晰的讨论在华府越来越清楚，那台湾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那台湾的阵营要站队，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不是战中就可以保住和平的。中国的官方媒体今天引述分析人士抨击说，这场高峰会实质排除了来自中国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主导在半导体领域上跟中国脱钩的阴谋，然而把中国企业排除在外，最终只会加剧全球晶片供应的困境。这个是中国的产业分析师叫马继华，他说几乎所有中国高科技企业都缺席了这场会议，这凸显了华府的恶意目的，也就是要联合他的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跟中国脱钩。马继华说，美国把晶片视为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武器，也视为谈判桌上的关键筹码。那我想请教一下方老师，中国会怎么看这场？中国当然会感到很，他被排除在外了。那他没办法参与其中了。对，我先讲一下，我们什么叫战略物资？战略物资它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军事发展有重大影响。那这个物资甚至会引发战争，因为 要大家都想掠夺。20世纪到现在100多年，有前一开始的战略物资叫做煤铁、煤跟钢。所以我们看到1904年会发生日俄战争。日本跟当时的俄国为什么会开战？看到的就是整个东北的煤跟钢，因为煤跟钢是对军事、对经济影响巨大。好，我们看到到了1940年代，进入到第二个就是石油。那现在呢，拜登出来，他要成立以美国为首的一个新的所谓的类似 OPEC 这个组织，对，我要掌控全世界的晶片。但是我们都知道，刚刚讲过，晶片是从美国 Intel 它发明出来的，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晶片的龙头，
设计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台湾只是制造、嗯。但我们不要忘记，台积电在1987年成立，当时的创办人 是我们知道张忠谋。张忠谋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他当过什么？他当过德州仪器的副总裁，后来当过通用仪器的总裁。那个时候被李国鼎在美国有这么高的地位，通用仪器不得了啊，请到在台湾创办了台积电。那我们的联电当时在1980年也是在政府的扶持之下，都是美国的技术。所以变成说，美国现在就说我是设计的，台湾负责制造，三星你们都是我这个团队的。我们第一个，我们未来所有的这个晶片就是战略物资了，比当初的20世纪初的煤钢，还有20世纪中的石油一样的珍贵。很抱歉，台湾不产煤，也不产钢，也不产石油，所以我们前两期我们都没有掌握战略物资，现在我们掌握了战略物资哦，对，而且影响世界是这么的巨大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马斯克要来台湾，急需晶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说是台湾，你说是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真的是，因为我们过去，你说我们台湾根本我们的煤矿早就瑞芳都卖挖光了，我们的石油是受制于中东国家，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主导性。而且是别人受制于我们，我觉得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成果，才有今天这个现象。那因此，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说，你们未来这个不管不是只有军用的晶片哦，连民用的晶片都被美国视为是战略物资的时候，未来要出口都要跟我美国我都要了解去卖去哪里。所以你看前一阵子说啊，台积电所卖的民用晶片给了中国，那个公司事实上有可能生产的是一个高速的导弹，所以美国就提出警告了。你连民用晶片，他都担心被中国的这个拿去做军事使用，或许它的良率，或许它的速度，或许它的容量，不如这个军用晶片，或它的耐高温度不如军用晶片。可是你怎么知道中国会用别的方法把它变造？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就是晶片的是一个战争了。那中国是排除在外的，那你们要加入我美国队，美国队我要掌握所有晶片的流向，这个是美国现在要传达讯息。是，侯大哥，如果说中国的晶片的发展做得很好的话，那美国没有找他来参加峰会，当然是一个损失啊。可是问题是他的晶片发展也没有很好啊，他不是定了很多那发展半导体的奖励措施，后来让很多什么海鲜厂商什么都去参加了吗？骗走了嘛。那中芯跟红芯也都是一样啊，技术跟台积电都差非常的多嘛，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这样子讲啊，反正大家没有注意到，他那一讲，人家就觉得有点违和感啊，夜郎自大了、啊，因为真的就你没有做得很好嘛。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台积电就是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啊，因为今天在那个峰会里面，英特尔也特别讲了，他希望1/3的晶片未来能够在美国的本土可以生产嘛。那美国一定会试着想办法，就是让台积电对美国的影响降低，因为美国一定会觉得说，如果说我这么依靠你台积电的话，那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比我大，会变成一个卖方市场，我就会受控于你。而且之前的那个晶片，美国不会长期让他的脖子被你虐待，被你虐待嘛？你看，像之前他们因为那个车商有缺晶片啊，都要拜托台积电啊。他觉得说，哎、欸，我现在变得好像我求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晶片如果都靠台积电、靠三星、南韩三星的话，那现在南韩跟台湾现在万一跟中共发生冲突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他要需要晶片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因为分散风险呐、啊。那目前除了 Intel 会在美国准备要投资200亿美金之外，像三星也是啊，三星好像也有在美国好像投资170亿美金，就是扩厂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非常对台积电非常有信心，台积电。上一季的法说会一月到三月也是它的业绩成长10%几，真的很表现非常不错。但是长远以来，如果美国啦有刻意的扶植台积电的对手，然后或者是说国际间竞争加剧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特别谨慎的。是，其实倒不是这样看啦，你要知道说，刚讲到三星前这两天，三星的总裁、社长还坐着专机专门来了台湾，然后。对，然后专机什么带一堆人，他们才找联电。那过去的时候，韩国人是怎么看不起我们的？韩国人是怎么修理我们的？他这次要联电跟联电合作，要生产联电就是那个比8寸圆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而且他跟联电讲，你们的厂房已经有了，你们的机台400台，由三星出钱帮助，希望这个产能能够留着。然后 Sony 也跑来找我们台积电，也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所以其实现在是什么？这一次的会议叫做供应链的韧性，全球供应链的强韧性。这强韧性就是这个结构，因为过去的时候前200年叫做石油世纪，
美国现在已经定调未来叫做晶片世界。嗯哼，这晶片世界里面掌握晶片，而且是全世界需要的。但是整个拜登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刚才讲了八寸晶圆？嗯，八寸晶圆前一段时间中国有个公司讲说他们做得到啊，嗯，他们良率也很好啊，梁孟松也过去了、啊，良率94%啊。但是中兴我就是要卡你。因为中国不可信任、嗯、所以现在其实拜登在这个事情倒也不是说全世界我们彼此之间跟美国、啊、跟德国跟什么意大利大家都要做、嗯、因为未来需求越来越大，对，这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市场、嗯、一个大饼，但是拜登是告诉你因为中国不可信任、嗯、你给中国更强大的能力它会是世界的威胁，但是现在被拜托天公伯帮忙一下落几滴啊雨啦、嗯、来这是、因为啊、这个做晶圆啊，做半导体很耗水，所以呢，《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了台积电台湾的半导体缺水的情况，不止农民休耕啊，说这一个曝露台湾发展半导体碰到的严重的挑战。好、哦，落雨啦，现在欠水啦，水口大翘翘。好来，一种这欠水对咱的这个台积电影响有多大？良心讲啦，这台积就大掉，所以台积电也意味到，他们已经订了100多台的水车，据说已经花了2亿元，他们不排除将来要花到5亿元，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水。平常讲台湾的厂商啊，台积电算是那个水的回收率算是做的最好的，他们据说80%的水好像都可以自己这个就是重复使用，可是即便是这样，因为它的产能不断的扩充，所以它那个用水量就大。可是现在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我觉得台湾有时候很。其实台湾不算是一个缺水多的国家，那、嗯、我们相较于中东国家，咱的水其实算是多。问题是咱的水流不掉，虽然我们盖了很多水库，但是咱的漏水率管，啊，漏水率这个是长久的管线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很根本的，大家拢无熟客的就是讲，台湾的水价这样代志，水的代志。你知道咱台湾的水价，大家可能如果现在问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台湾一度水多少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个数据统计。台湾的水每一度就1000公升的水啊，那是售价是平均大概9.24元。哦，这个数字低到什么程度呢？是世界第三低。1000公升、哦，哎、欸，1000公升一度啊，一度水咱家在卖9.24元。十块。你看，相较于我们邻国，日本人卖35块，美国卖39块，那更不用讲欧洲国家，有的都卖到90几块、70几块。哇！然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台湾的水平均的生产成本大概是11块多。嗯，生产出来的水成本11多。但卖你9块多，嘿，那所以我们长久以来用这样，所以变成就是说，所以政府就亏损啊。对啊，但其实因为办法，因为这个冻涨已经27年，27年来我们已经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台湾的水很便宜，所以变成我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珍惜的结果是，本来水库其实台湾的水其实原本是够的，可是大家就是会变成是你就不懂得珍惜。你知道一度水可以做什么事吗？一度水哦可以。洗衣服，洗衣机可以洗5到6次，如果是冲马桶可以冲77次、但是我们大家因为已经太便宜了，虽然的现在的就是不懂得回收利用，可是这个东西对于产业来讲是非常影响很大、那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其实是可以用海水淡化，相较于台湾以色列的缺水，以色列你就不能去中东地方对吧？但是咱没听到以色列的话讲要欠水，为什么？因为他们发展大量的海水淡化、可是海水淡化问题是什么呢？它成本就高。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台湾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台塑六轻，他们在预计在明年2022年的8月完成台湾一个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它一天的供水可以10万吨，一年可以供水1700万吨，价格这多啊？用海水，而且它是用以色列的技术，所以它不会有造成环境的污染。但是注意哦，它一度电，它 一度那个水啊，成本是44块钱。它这个是台塑自己盖的，它 用在他们六轻厂。但是如果用在我们一般的民生用电或是怎么样，我们能接受吗？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如果大家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大概让拜托公妈做给他惹祸，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当然妈做不比是应该，但是讲这个产业的东西，特别像这种。不止台积电，我们竹科园区、南科园区那么多厂商，那你拢靠水口的水吼啊，这种东西，如果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万一真的一个什么三长两短，缺了水，然后真的没有办法生产出晶片的话，这个是国安危机，而且不是台湾的国安危机，刚刚讲的这个是全世界美国的国安危机呢。是，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啊，《纽约时报》报道引述台积电的资料说，2019年台积电的新竹厂每天用水6.3万公吨。相当于两座水库供水的10%。那现在没水到什么程度呢？台积电啊，去买水车，哦，台积电预定了100多台的水车，估计花了2亿多。
如果缺水效应扩大，花费恐怕需要超过5亿以上。经济部长王美花对外说，大家要为水情做最坏打算。恭喜在啦，王美花部长那时候说的时候要够没那么强的，现在还更强，这个会不会伤害很大？我觉得会耶，我非常认同哦。如果这次的缺水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真的有可能会成为全球的所谓的国安危机耶。你想想看，洪一哥，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晶片，不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共的这个军机困扰，或者是对我们的战略威胁，好，如果是这样就罢了，就今天如果是因为缺水的问题，哇，就能够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想想看，那拜登岂不是希望能够所有的台湾的这些晶圆厂全部都搬到美国？因为你为了要解决他以后缺晶片的问题，最斩根除源的部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缺水的部分哦，说实在，这到底是应该是一个这个企业的问题呢，还是应该是政府的问题？好，那我会觉得说，如果因为张忠谋董事长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其实早就已经很多次跟政府这边预示预警，因为之前其实早就有发生过好几次的缺水危机，甚至我们都还曾经去桃园那边跑过他缺水的状况，但我会觉得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我们也砸一下，前段那个的部分其实砸了不少钱，也将近上百亿，究竟要如何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蛮重要的。除了水库这部分好漏水排水部分呢要解决之外，其实你知道，其实有些企业他打算要增加很多的资本来做什么，刚才我们不是在那个台塑的部分，我们不是有做相关的那个排水，他刚刚有提，其实在 Intel 的部分，他们企业其实隔另外在花了一大笔钱，那时候大家印象当中在大概130几亿美金，他专门做什么？有逆渗透，包括把水废水再整个回收，好，那甚至到回收之后最后还能干嘛？还能够做农田灌溉，他们就想达到这个，但成本谁来负责？好，成本就是希望说，哎，你是不是就让客户去负责？大概报告有可能啊，洪台有一个洪台会来，那种雾霾这个洪台，很少期待台风要来了，等一下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风这阵出去，有机会我看还要等。还要等老天下雨才有可能搭船出去。樟木岛的居民好无奈，只能自力救济，向外界求救。桃园石门水库水位直直落，淤泥变多，导致船只无法靠岸。当地居民用耕耘机在草地上挖出 SOS 求救讯号，希望外界能够看到。我是讲要防重视的，伊有人讲吼，这代志袂当哦，讲不要紧，咱吼甲弄这路，咱是要求救吼，政府会再重视。啊，唔则飘工去甲烫的，本来要白石灰咯，啊袂甲挖咧。小船几乎都已经搁浅，卡在烂泥巴上，无法动弹。看似荒芜一片的樟木岛，过去水位相当充足，还曾是偶像剧的取景场景。过去偶像剧男主角阮经天毫不犹豫地往水里跳，这里就是樟木岛。不过现在因为水情吃紧，库底泥沙全部外露，两个画面相比实在差很多。我来有一个要过就袂当过啊！石门水库水位不断下探，也让附近游艇业者叫苦连天。樟木岛上居民进出都必须仰赖船只，为了要让船只不搁浅，居民必须一早去铲淤泥、摆浮桶，相当麻烦。本来是用水运来进出，那我们会协调。看什么样的方式哦，因为它码头已经是没有办法停靠的，所以这边的居民哦进出是有问题的，我们会专案处理。水情拉警报，如果老天再不下雨，樟木岛将彻底变成一座孤岛，也让民众好担忧。现在吼，欠水这个代志已经不是讲啊，这个啥无他无最好啉尔，无最好洗身躯哈。因为资深媒体人，这是《公安时报》哈，资深媒体人韦安说啊，如果台湾再不下雨，今年可能会很惨。全球90%的高级 IC 晶片都由台积电生产，如果持续干旱影响生产，将会造成全球性高级 IC 晶片生产的断裂。他说再不下雨，那会出现三件事：第一，会造成全球性高级 IC 晶片生产断裂；二，未来可能因为缺水生产面出问题，而引起全球高端 IC 晶片大缺货，影响更巨。那接下来是政府如果再不积极应对，万一老天不帮忙下雨，疫情后台湾经济成长四小龙第一的位置可能会不保。所以他说啊，干旱比共机扰台还要严重啊。好，他说这才是更严重的国安跟国际危机。蓝绿要赶快团结一起来想办法应对。好咯，来，那来看一下
即马台湾啊，欠水欠到什么程度？甲台湾重要的水库来做一个检视。北部九门水库剩下 30.88 储水率，新竹宝山第二水库 7.76%， 台中的德基水库剩下 4.58%， 还冻15天而已。最凄惨的是北湖水库，早就归零了，那个、上个月就归零了，大翘翘、我看那鱼也没办法呵呵、台北市翡翠水库 76.02%， 因为台北市太远，要去运气到新竹是太远。新竹县宝山水库 18.84%， 苗栗永和山水库 7.11%， 苗栗明德水库 10.27%， 苗栗鲤鱼潭水库 8.39%， 台南南华水库 29.86%， 台南乌山头水库 41.33%。 你会说、现在我们都台南在南科嘛、那是苗栗新竹因为竹科嘛，另外南投这个中科嘛，台中德基水库哈、非常严重。来，方老师要补充。什么时候台湾不下雨变成国际新闻了？对，那全世界的你看 NHK 都来报道。日本的本田还有美国的通用汽车，在北美的厂已经暂停生产的汽车厂，现代汽车的蔚山厂也停工了。对，为什么没有晶片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如果再这样下去，你要预估、如果连手机厂可能都要关起来，手机也需要晶片。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现在的水、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生活，或者灌溉，是工业。其实我们工业用水占我们全台湾的水大概只有9%了。我们最大的用水是农业，70%，然后生活用水大概是17%到19%。所以未来了、农业用水可不可以像你看以色列，他们是用科技灌溉，他就说：“侦测这个地方需要灌溉，然后喷一点水进去，然后它能够节约用水。可是我们70%的农业用水比例是太高了，所以这个东西也需要未来要怎么样做改进啊？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其实我们台湾的2019年，我们台湾的降雨量是2193毫米，全世界平均是973毫米，我们其实是比多了2.5倍。可是为什么我们雨很多降雨被掉了？对。”没有办法，我们太陡了，太陡，我们的水，我们的河流太陡，我们没有办法把水储藏起来。那未来要怎么样做，让那个下的雨能够完，至少能够有更多是能够在水库里面。这可能是长期记忆。那我们知道去年，我记得去年夏天很热，这个时候还没缺水，我还常去游泳。可是你看，光是去年到现在为止，短短的半年时间，台湾几乎都不下雨了。对，我这就是一个反圣婴现象，气候整个都改变了。我们台湾已经多久没有放台风假了？对。台风都不来台湾了，台风现在都到韩国去了，甚至到中国东北去了。中国东北人一辈子没看到台风 现在有台风，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极端的气候，我们这个水已经变成是我们的国安的战略物资、我觉得政府真的要赶快趁，当然我们政府现在最近开始在挖那个河水库，把那个淤泥把它清，赶快如果接下来有台风来，让我说的绞尽脑汁啦，对，真的是。但是偶然吼，都有人咧讲高铁未坐你啊啦，是谣言。好，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位于关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叫做 94W， 未来增强可能成为今年第二号台风，叫苏力基。虽然目前发展缓慢，但预报资料也都说，一旦发展起来，很可能是一个又大又强的台风。台湾你家，今嘛这你家，热带扰动你家，拍谁？热带扰动你家。那至于这个礼拜会不会降雨，吴胜宇说可能接下来7到10天都没有降雨的机会，提醒西半部的朋友要持续节约用水。来，那个袁志雄，我们还是很希望那个台风可以无害的通过台湾，然后带来丰沛的雨量、不过经济部长就是经济部好像也没那么乐观，因为上礼拜六王美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台中地区公五停二，希望能够撑到5月嘛，等到下一波的梅雨来啦，梅雨季来。但现在的那个缺水状况真的是非常严重。我们刚刚那个彭云大哥有讲那个水库的状况嘛，德基水库现在就剩前天是 4.8， 昨天 4.6， 现在剩 4.4% 而已。石门水库现在很惨，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这个是石门水库上面，石门水库里面有一个叫江母岛。如果大家以前有看过一个偶像剧叫《命中注定我爱你》，这个江母岛是里面的一个景点。就现在那个江母岛，它因为水
位下降很严重，所以他现在已经没很上下岸非常非常困难。嗯，还有的还有上面的人在用那个除草机写 SOS， 就是它非常的严重。而且缺水不只是影响到半导体，我们现在像中部地区的那些民生用水也受到影响，有的大学生甚至于说在网络上面，女大学生在网上 PO 说我要跟你换交换房间。我补充一下，这可能是 缺水的得利者，就是。因为原本说台中是公五停二，那现在未来台中有可能是公四停三，那就有个大学生在那个 D 卡就 po 文说他要真人互助，而且公破胸相聚啊，这个造成 P 那个 D 卡的轰动，就大家都开始讨论。很多男学生就是说要去住，那有些人说为什么我生在台北不是在台中？现在大家，但这是开玩笑，这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苦中作乐的，就是说缺水缺到这种程度，已经变成大家在那边哭手，因为公也蛮是淡薄悲哀。这一次的旱灾。我们事实上如果没有及早因应的话，现在不是国安问题，现在已经是国际大问题了。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前瞻的时候，把抗旱水井备用1250口井，还好那时候这个预算有放进去。何家在古尼气尾的开始预估到今年六月都没有什么水，光调度水把水省下来，省了超过8亿万吨，8亿吨。如果没有那时候省下来的话，那可能古尼地都不注意啊。第二个，我们启用了160个抗旱水井，那时候还讲哦，我注意这北湖，他不晓得那个已经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宝山水库的容量是487万吨。我们那个水井供应的吨数是540万吨。如果竹科没有这个水井的话，宝山水库地地啊，买那死不搞。然后呢，我们还有海水淡化计划。另外浮流水等等，所以希望能够渡到六月份。目前经济部的计划是六月份以前要让工业用水无虞，我们 也希望在台积电的供应上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跟大家报告，台积电作为晶片，巴西副总统夏佩莱啊，来偷啊，来偷产能。另外，戴尔，戴尔电脑 ，HP、惠普也都来了。那另外马斯克说可能也会坐专机来，不过也不只是台积电哦，说他们来要的是瑞昱的音效转换晶片，说在全球我们的市占率也高达9成。你快带完起来，后恭喜！洪一大，洪一大，这波我讲起，他不知道。其实我们听到很多人在问说，哦，现在美国叫你去投资啊，那你搬走之后护国神山就没有了哈。它之所以叫战略物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搬走。我东尼的个阿拉伯搬来的货啊，我们的战略，我们的晶片不是只有一个台积电，它上下游的不管封测啊各方面都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是一群的，从世界先进啊、台积电啊、联电啊，它是一群，像刚才那个音效转换的，一台汽车大概要37片左右的晶片，有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些东西 ，Intel 说要丢多少钱取代哈？那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是那包含台积电已经预告，他这一次会到美国投资，可能是史上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的。那钱我都改到中国，早就改过你了。对了，中国都对不起来。哎呀，那阵金基晶片一些零组件出口给中国哈，他的那个中兴电工的现在被抓起来啊。我跟大家讲哈，即便美国连美国都解决不了，所以才会叫台积电去投资嘛。对，阿拉伯一跟你跟你 key 都啊，对吧哈？是加荷班啊。对。因为这个是台积电的董事长叫刘德英，他说啊，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要兴建的5奈米先进晶圆厂有信心会成功。那他说这个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案之一。那另外是台积电是做的是5奈米厂，会今年动工，2024年量产。月产能是2万片晶圆，投资的金额是120亿美金，这是4000亿台币的投资啦。估计啊，将创造超过1600个高科技的专案专业工作机会，并在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中间接创造1000000个工作机会。这是台积电。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中国。在昨天啊，来了25架战机来侵扰台湾，那些战机的晶片就是台积电的了。好，那为什么这个是创下单日新高啊？给我们到底被创下？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阵广告。